我这样讲，我是在做一个功德，好，一个一个怎么讲，就是说我每次听到人家说啊，谢谢我让他出来，其实我蛮感动的。只是帮别人圆了梦，自己的梦呢？我也圆了梦啊，因为我帮很多人圆梦，就是我的梦想啊。你没有活过八十岁，你不知道活过八十岁的人的悲哀。他就这样跟我讲，就是这个社会都觉得我们没有用了，所以都不让我们做事情了，所以你一定要让我们这样出来做这个环岛，那让大家看见我们真的有用。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他赚了多少的钱，而在于他可以改变多少的人。即使我明天就要死掉，我今天还是会想这样子过这种生活。不过无论如何，他们已经让很多人知道自己有能力在遥远的世界另一角留下一些不错的东西。每周一到周五晚间7点，一步一脚印发现新台湾，就在爱尔达综合台。